女神啊，我喜欢你那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。你看这筷子，好长。好长。你再看这鸡腿吧，好粗。这梨嘛，好硬。好硬。你再看这酒，开了半个小时，还是酒香四溢。你懂了吗？不懂的话，就来蜜聊 APP 找我聊天吧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今天派出所，我叫的，这次的扫黄公司招呼。什么扫黄？不是的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什么？听你说啊，你居然背着我去。我来跟你说，今天晚上是这。喂喂喂，嫂子，你听我说，大哥昨晚喝多了，我们不让他走。他说他老婆在家等着呢，电梯要回去，结果被他的酒驾。我们找了好多关系才改成，不然的话要关6个月。重考驾照。啊？那真的麻烦你了。嗯，好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。哎哎，好嘞，让你费心了。哎呀，大兄弟，谢谢啊！不然的话，我靠，今天晚上完蛋了。哎，我老婆比你老婆狠多了，大家同心协力。哎，都老实点，进局子了还在这嚷嚷啥呢？嚷啥呢？嚷！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打我干什么？我又没喝醉。还说没有喝醉，房间都走错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不是我老婆吗？什么呀，我是你老婆，现在正在隔壁老王家做客呢。那我走了。嗯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安雅，快来蜜聊 APP 找我聊天吧。